是这样子上下这样子拉的，就是这样子上下拉。他说就每天叶阿姨中午坐在我床边，就这样子弄我的小娇娇，所以他才痛的。他就是这样子做动作给我妈妈看的。医院回来以后，小宝跟婆婆说了在幼儿园发生的一切。据孩子描述，一个姓叶的保育阿姨每天都在午睡的时候坐在他床边弄他的小丢丢，所以才会疼的。他说都怪叶阿姨啊，叶阿姨这样子弄我，所以我才这么痛的。他连动作都是给我妈做给我妈看的。这个动作你能不能再重复一下？就是这样子上下这样子拉的，就是这样子上下拉。他说就每天叶阿姨中午坐在我床边，就这样子弄我的小娇娇，所以他才痛的。他就是这样子做动作给我妈妈看的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孩子家长很痛心。跟幼儿园的交涉中，园方否认猥亵行为，并在那天下午，园长便带着叶姓保育员来到孩子家里。但是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他就不想，从头到尾就不想，就说对不起，就死说对不起，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。保育员默不作声，园方也没有实质的说法。于是第二天，小宝妈妈再次去幼儿园讨要说法，并录了音。这个夏天呢，曾经有过发炎的这种情况，那么当天呢，在睡啊快结束的时候，他呢去翻看了几下，那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，但是呢不存在猥亵这些行为。那你的意思调查下来，我打断一下啊，就是阿姨说是一次，是不是啊？就一次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一次几下，跟我们小孩子做的一点完全是不一样。